管制中心，我们的所有的全体工作人员，他们非常辛苦的，也非常专注的在我们的安全管控上面。我们所有的飞行员必须遵照我们管制中心所下达的命令，来做我们的气球、灯球、载荷的动作。目的就是让我们现场所有嘉宾能够跟我们的相关的嘉宾往现场。Thank you.
这个好像飞比较久呢。对啊，自己上去就下来，其他的都上去就下来。嗯，对啊，就是搭到这一颗就赚到。可能那颗人比较多啦，然后付比较多钱这样子，哦、就停个十分钟。这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可以跟别人搭无所谓啊。可是这样还蛮挤的。景点没关系啊，景点没关系、啊，可以在上面久一点就好了，比较重要。对对对。这季有就是水风吹的嘛？对啊。好像要那个有可控制力，控制吧。你以为是小叮当吗？小叮当有一个很酷的道具，是可以绕场一圈的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为大会舞台区这一侧的商家，包含是我们热气球主题馆、钢笔主题馆、野生馆。还有我们亲子游戏区舞台区 ，Facebook 的电路工会要做改电路系统，钢琴，在不分钟，商家特别注意各展示区、服务台、学生馆以及我们